我是天主教咧陈志明神父啦。有些人问咧，居家抗疫你做啲乜嘢啊？咁为我嚟讲咧，居家抗疫多打太极。居家抗疫多打太极。咁我平時玩咧，即係有叫做方拳啊，即係一下一下咁樣，亦都有圓拳。咁由於依家居家抗疫啊嘛，時間多咗咧，咁我最近咧亦都多種呢種一個尺啊，叫做太極尺啊，呢個好特別嘅。咁我就練一練嗰啲太極氣功啊，啊點樣能夠有種內意？因為譬如話運動係好緊要嘅。咁我哋依家未必咁方便就出周圍走嘛，都有啲危險性嘛，所以居家啊，咁我覺得啊好喎，可以練一練喎，啊咁啊練嘅時間都有啲準備功夫嘅，啊咁然之後咧我就逐住個內意啊，啊然之後慢慢調和咁樣。咁又唔需要玩得耐嘅，都系十至十五分鐘就得噶啦。咁特別咧，啊，當我譬如話玩咗呢個氣功之後咧，然之後再打翻呢個太極，哇，嗰個內意更加強嘅。咁我就想練習呢個方面咧，即係運動唔單止係外在身體啊、機能啊、肌肉呢方面，其實心靈都要運動嘅。咁我呢個咧係練習一個身心靈嘅整合，身心靈嘅運動。咁你咧，你用咩方式咧？